是创业贷款，都可以在35万的云林县的劳动力的朋友们能够更好、更棒，让云林县的就业率能够增加，失业率能够降低。在这边，谢谢各位努力的厂商，还有我们的朋友。重要的是，在我们开始的要，一定让大家事业成功、大发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不仅打造中台湾最大的就业平台，我们也打造了史上最大的就业博览会。现在我们看我左手边的方向，财神圣诞变照光明，马上就业。我的主委，哎，对，来。啊，咱的第二届就业博览会啊，以及啊，所有的咱的招商的我们的啊大企业家，还有求职者，也已利用到3月15，咱的富德宫普罗财神爷，咱的圣诞来啊，举办到这个就业博览会啊，而且希望到咱的求职者，大家拢会当找到上盖好的工作。请加油！来，小圣诞，马上！